这个喝到在我们字典的文化已经是2600左右了。 从小就对这个海胆很感兴趣，很喜欢。我初中毕业的就跟我姑爹学，从77年开始到现在，要做比较精致的东西，配方也比较复杂，也就是要有独特的配方。土也不是当年挖就。 当年用的，要今年做的要前年挖好，要晾晒。越小的东西就感觉越不好做，你做出来的时候只能说是你成功50%。 到窑里面出来的，才算是一件真正的东西。我最满意的，也就是算说是我这套槽具，我也喝过瓷器的，紫烧的，但没有就我们这个核桃的味。 扫描二维码，关注"无尽之林"原创旅行微记录。